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斗嘴，曾经温柔体贴的他哪儿去了？没有激情、爱和钱的生活充满了硝烟，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吗？老衲六十一枝花，搞不懂那些年轻人整天逼逼中年危机有毛病。哎，狼那个狼，小心等等我。海海，有本事来追我呀。调皮的小丫头，看我不收了你。你坏坏。我给你推荐一风之音公众号，专治你这种老司机，那你不能再欺负人家了。天蓝炉，我这就去关注。